其实也唔系咩咁贵咧，嘛贵贵型哦，即系嘛唔是爬到二楼的楼梯，从木马爬到二，唔爬到三楼哦，哎，这声足悬的哦，你悬到甲警察伯伯拢叫来啊，你声足悬，真正敢那悬了哦，哎，你，我，哎，我想讲你会唱《爱你的自由》一个哦，没有，啊，你阿妈唱一条我听一下，你头痛，头痛哦，哎对，啊头痛叫唱一条关的就听，伊就收奶奶呀，对对对，哦，我想讲一条啊，我只话我唱他们的春节曲苗哦，哎，久久回味是嘛？但是现在今天就管呢，我真的要唱歌，真的要靠实力在，就是要他自己要很用力哦。哎，最简单的诠释，就是要很用力，所以能头痛。唔好唱上好，没有，唔好唱上搁较困难的歌哦。对对对对，身体重要，身体健康较重要哦。所以那边朋友嘛是要身体健康，事业才会成功哦。子孙才会运动哦，才会变成大富翁哦。好，来，你继续安排，好，你继续唱。谢谢。别放跑啊呀！来来，别放跑哦！哎，来来啊，跟别放跑、啊欸。我们在跑出先进，这都很好哎吼。遥控的，遥控的，大家别惊哦。别甲你安怎，别甲你安怎，都无垃圾的哦。最新科技的。我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这么多的力量。啊，就在这，就在这，拄我着着的微笑。啊，就在这，就在这，来去追求我的理想。我敢不敢，我敢不敢，我敢不敢追理想。先进科技的那个科技的那个鞭炮哦，但是安内哦，既不会打伤人，哎，也没有这个垃圾的制造哈、哦，三星丢掉中诶，这样够的这个鞭炮声。非常棒的这个演出哦，非常精彩的歌声。